我哋係5A户外支持班，回顧過去，展望將來。今年我哋升讀5A班，一開學就發現無論書本裡面嘅內容或者功課都比以前深咗好多啊！老師提醒我哋要專心上堂，認真做功課，每日要抽時間預習同埋温習。雖然開學到而家，我哋有時會漏帶或者漏做功課，但係教我哋班嘅老師鼓勵嘅話，只要我哋努力認真去完成每一份嘅課業，老師係知道噶，我哋嘅努力係唔會白費噶。所以我哋尾班一定會做到互相提醒、互相支持，發揮五尾户外支持班嘅正能量，同心合力一齊向前衝。而家就聽下我哋五尾户外支持班嘅口號啦，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好犀利喎！係咪啊？有口號。有愛心，有愛心，大家好樂，好開心，好開心，互相包容，有禮讓，有禮讓，個個發光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我哋係五 B 愛心正能量班，耶！耶！我们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同我们。